新梅姐兄妹恋，哇，新梅姐第一名哦。我跟新梅很熟啊，她在前面表演，她的风采是让我非常迷恋的。她父母亲也非常照顾我们嘛，我买了101对面，完全是因为蓝爸爸的介绍。哇！我跟新梅真的是40一样的。我的第一部戏的女主角就是南星。哇！我最后一部戏的男主角也是瓜哥跟新梅姐有个兄妹脸，对不对？我们把这个兄妹之情传承一下。瓜哥新梅姐兄妹脸，预备备！哇！Sandra 有认真哦，有，但是新梅姐第一名哦。我跟新梅很熟啊，我们都40几年的老朋友了。当时因为我们会相处时间比较长啊，因为白天要拍电影嘛，拍完电影之后晚上就会到秀场嘛。那我们都是同档秀，他在前面表演，他的风采是让我非常迷恋的。他父母亲也非常照顾我们嘛，像我现在我买的第一栋房子也是他爸爸说啊，你应该笑脸难该存吉嘛，所以我们就跟着他，不是我眼光好。我买了101对面，完全是因为蓝爸爸的介绍。